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，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”子张曰：“亦乎无所闻，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无，月无望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”子夏曰：“百公居士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治其道。”